你怎么了？我想跟你结婚。婉晴，是这样，乔乔最近的病情又反复了，这个时间段对她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段的心理干预，可能会对她今后的康复造成影响。所以我想等过了这段时间，过了这段时间再说。我可以等你，可是小鱼，你想过没有，你到底是因为现阶段不能跟我结婚，还是你心里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？苏总，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。Lisa 最近好吗？孙总，找我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我们都是朋友，你没必要这么防着我。江小鱼现在正在忙着他儿子的事情，这公司的担子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没什么呀，我应该做的。那天在我家办 party， 我也是后知后觉。当时江小鱼问我要赵祖祖的联系方式，我就该想到他们以前可能认识。孙总，您找我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？文琴，我是男人，比你更能看清他的内心。其实江小鱼根本就没有忘记他的前妻，他也没有准备好要跟你共度此生。孙总，您这是为了入主思巧，要分化我跟江小鱼是吗？你想多了，我其实是在帮你。你现在陪着江小鱼豪赌，是在赌你的爱情、事业和婚姻，更是在赌你女儿的未来。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我也知道什么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，Will，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真的不希望你来指挥我的生活。好了，我不能跟你多说了，乔乔还在家等你。没事吧？买菜去了。啊，你也买菜了？你买了些什么呀？哈，芹菜、牛肉和圣女果都是乔乔爱吃的。你呢？一模一样。那给他多做点儿。对，乔乔爱吃，反正现在长身体嘛。是，走吧。你看他起来，好了吗？你藏一会儿，我看。淡不淡？挺好的，不淡。
我觉得给孩子啊，给孩子吃就得淡点，淡点健康。听你的。嘿嘿嘿，金老师啊，对，我没想到哎，你拌个馅儿还能拌出四川味儿，本身就是四川的嘛。但是啊，还是你包的那个本溪的大馅水饺好吃。我是南方人啊。哎呀，回来了。我还买了菜呢。真的。你们这看着挺和谐的啊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永远都是和谐的了。啊，那个上次乔乔哭啊，责任全都在我。啊，那个我这样，我今天我向大家赔礼道歉。哎呦，你这个人怎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是你，啊，不过呢，现在全家人的重点就是乔乔的健康。对的，这儿都是最爱乔乔的人。我觉得你们俩这么说话好可爱啊，真的。哎，怎么，老爸不可爱啊？可爱，不仅可爱还帅。嗯，你们仨就是我们全家的吉祥三宝。爸爸，哎，哎呀，全不唱了。哎呦，我生女儿真好，还能这样抱抱。我看看瞧瞧去。你说生儿子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有什么意思？嗯。你什么时候能不生气？你什么时候不指挥我，我就什么时候不生气。我什么时候指挥你了？你什么意思 ？Will， 我很感激这些年你都陪在我的身边，所以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但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你的决定。我的决定都是为了你好，是为了你着想。推掉我的客户，更改我的设计，这些都不和我商量，这叫为了我好吗？当然，我的决定不都是对的吗？两个人之间哪有那么多对错呀？更多的时候是要互相理解的嘛。理解？我还不够理解你吗？赵佐佐，你说为了乔乔要去老房子住，我没有同意吗？而且我发现，自从你去老房子住这几天，你变了。我们都清楚，跟房子没有关系，是因为江小鱼，对吗？我现在在说我们俩的事情，是我们的相处出了问题。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好啊。我约好了，下月18号去民政局领证，好吗？所以这件事情你也自己决定了，然后是告知我是吗？是因为你太忙了，我替你去民政局约的，不可以吗？我现在全身心都在乔乔身上，就是乔乔，你别拿乔乔当借口，你就告诉我，去还是不去？我去不了。你是不能去，还是不想去？好吧，我再退一步。等乔乔痊愈以后，我们就结婚，可以吗？招聘信息已经发出去半个月了，还是招不到客户经理和技术总监。谣言现在满天飞，公司的生意受损。这样吧，魏明白先兼任客户经理，我来兼任技术总监。谣言满天飞，订单也都流失了。我下午去见一些客户，争取挽回深圳那一单。现在根本不是挽回哪一单的问题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如果你一直不去解决跟孙总的对赌问题，我们这些危机会不断出现的。我当然明白。可是你对孙总避而不见，相当于你放任这些问题不管。孙总就是想用这些阴谋诡计来胁迫我们顺从他的贪婪，我做不到。商场有自己的规则，无关道德，只看重结果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们这次不能够顺利度过这一关，相当于我们这3年的努力全部白费了。如果我们向孙总妥协，我们就会丢掉我们的底线，那思巧的控制权就不在我们手里。思巧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真的不敢想象。这样吧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想想办法。
我相信我能带思乔走出困境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种舌战群儒的本领，不仅把大项目拿下来了，还给思乔创造了一个战略投资的机会。为了思乔，必须拼了。不过战略投资这事儿，你得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啊。婉晴那边没问题，今天找些时间去跟其他董事商量一下。我就没法陪你去了。你有什么情况？还是那个楚安琪。我说你这私生活怎么还这么混乱？天地良心，对天发誓，我对那个楚安琪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女孩人挺好的，就是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。你赶紧处理干净啊！现在是思乔的生死关头。放心，我搞定了，第一时间去找你啊。好。每个微笑都让我沉醉。噔噔噔。楚安琪，嗯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赖在这儿了，赶紧走吧，好吗？这不是你家，这是倩倩家。再说了，你也没有权利赶我走。倩倩很快就要回来了，会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没事儿，你不告诉我就不告诉，我可以等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干活呢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坐坐坐。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。嗯。我帮你从头捋。嗯。你看啊，那天我找你来帮忙，咱们就是演出戏，为了我跟孙倩倩表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后来怎么就……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跟你演戏那些什么的，帮你忙那些都是真的。但我看你跟倩倩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，她每天对你吆喝来吆喝去的，她凭什么呀？我都心疼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明白了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要好好对你，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楚安琪，你这么说，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可是，这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意思，我喜欢的是倩倩，我爱倩倩。你爱她，你以前是从来都不会说爱这个字的，你未明白的恋爱周期根本就不会超过一个月。是，那是。之前的我，现在我不一样。我要爱倩倩一辈子。行，我走还不行吗？那我帮你收拾东西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咱们吃个散伙饭。咱都没合过伙，吃的什么散伙饭呢？吃个饭而已嘛，又不会少块肉，怕什么？吃完饭，我就永远都不出现。你说的啊，一言为定。行，那叫外卖。哎呀，红姐，你又等谁呀？这飞机要来不及了，还不是为了你。这谁呀？郑州钻石王老五，排名第三，著名的牛老板，你的死忠粉，这次演唱会的赞助商，不错吧？赞助商是不错，但是钻石我不喜欢。钻石喜欢你。哎，牛老板，你可真准时啊！倩倩小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牛无疑。我是你忠实的粉丝，我非常喜欢你的音乐啊，可好听的呀！谢谢谢谢啊！我刚才听红姐说了，说您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，应该了呀！太感谢了，呀，您还特地过来送我去机场，多不好意思啊！嗯，吃饭去什么机场啊？
还有一个半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要不说您实在是太好了呢，这儿还不好打车呢。这回院计划不太一样吧？哎，牛老板人品很好的，就是喜欢你的音乐。你看牛老板家境殷实，长得又帅，这身边啊一定有很多追求者、爱慕者。帽子不敢戴得太高，我为人很低调的呀。牛老板，你也太谦虚了吧？不高不高，都是实事求是的。但是吧，我这人特别不好，稍微有点孤僻认生，也不太会应酬。不是这个里边是不是有啥误会啊？倩倩小姐，我是很单纯的喜欢你的音乐，包括你的性格，这里边绝对不参加其他我任何的心思。我相信老板，但是是这样，这个飞机嘛，真的马上就要起飞了，我特别着急，要咱们下回再约。赶飞机。那好，今天没有跟你吃上饭，我很遗憾，但是我一定到上海去找你，咱补上这顿，中不中？哎呀，行，一言为定，太好了，牛老板，一定一定啊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咱走。好。我看看你，孤僻。我看你是孤老终身。你看看牛老板，这么好的人啊，这演唱会都在赞助的。你说你刚刚什么态度啊？说什么话？好，你好你干呗。上车。明白个喝啊！不是你这酒量怎么这么差呀？川琪，你还记得咱俩刚才一言为定那个事儿吗？嗯，这样啊，你别喝了，我上个厕所，上完厕所送你回家，好吧？嗯。嗯，你什么想法？嗯，敢挂我电话？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走吧。来，到厕所，慢点啊！有什么事叫我啊？哎呦，真是蠢死我了！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真是服了，连那个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。哎呀，我买了好多海鲜，我们可以煮着吃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明天回来吗？提前回来怎么了？哟，又吃又喝的呀。我回来怎么了？你怕什么呀？我给你个惊喜，看看你有没有在我家藏了什么小妖精。谁呀？我。你真带别的女孩来我家？不是，倩倩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问明白，你真够可以的。你带别的女人来我家乱搞。明白哥，我真的特能喝。哎，看看，都灌成这样了，怎么想酒后行凶是吗？吵什么吵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是不是那跳舞的吗？楚安琪，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的同学。你是你大学同学吗？不是，他本来就是我大学同学。是这样的，倩倩，那天在公司楼下，是我叫他来扮演喜欢我的人，为了我跟你表白，所以我们演了一出戏。哇，那这戏真挺好看的，合着我是观众。哎，你真有意思，演一出戏，今天我要不提早回来，你这出戏演给谁看？
谁知道后来他又跟我表白了，就那哦，他喜欢上你了，厉害了！喜欢明白了的人可真多，谁都喜欢你。倩倩，川天，来，你醒醒，过来，你倩倩姐回来了，你跟你倩倩姐解释一下咱俩的关系。明白哥，我还是喜欢你。行行，你俩要喜欢到外面喜欢去。我赶紧从我面前消失。倩倩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我现在觉得恶心。不走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脾气不好，马上带他给我滚。倩倩。三。二。好，我走。倩倩，我走了，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啊。现在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？我有件事儿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好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在路上，我马上就过去。你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Lisa 爸爸来电话了，他要找律师起诉我，夺回 Lisa。你先别着急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我得回美国应诉，我不能让他夺回 Lisa。我支持你。我需要你帮我完成两件事儿。你说。第一，接受孙总的条件，完成对赌。万景，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，我刚刚拿到了深圳一家战略投资，只要能过董事会，咱们就能迅速恢复元气。有多快？思巧跟孙总的对赌是有限制条款的，你一直拒绝孙总，绕一个巨大的弯路去挽救思巧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，如果这次对赌失败了，我要付出3倍的赔偿金，思巧会面临破产。即使现在你告诉我找到别的资金支持，对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我需要马上解决这些问题，否则我要面临失去思巧，甚至失去 Lisa 的风险。Lisa 爸爸知道了，他听说了思巧遇到困难，他现在要找我重新打抚养权的官司，要夺走 Lisa。我每天要接3个美国律师的电话，我已经焦头烂额了。我知道，思巧的经营关系着 Lisa 的抚养权，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只是婉晴，你也要清楚，思巧是我们花费了多年心血打造的品牌，但对于孙总来说，就是一个变现套钱的工具而已。所以第一条你不会同意，是吧？你先说第二条吧。跟我结婚，小玉。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你不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吧？我之前没有催过你，
因为我也想着一切顺其自然吧。可是现阶段不一样了，我真的需要一段婚姻，我需要一段稳定的家庭关系来留住 Lisa， 你懂吗？我有想过，只是我现在……只是你还是做不到，是吗？我现在没法结婚，我想等乔乔。你是为了乔乔康复，还是你要等到赵佐佐先结婚？只有等到他先选择了婚姻，你才能考虑跟我的事，是不是？或许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，其实你早就在赵佐佐和乔乔，我跟 Lisa 之间做出了选择。这事跟赵佐佐没有一点关系，是你心里不愿意承认，不代表我看不出来。或许这些年我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，只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找准我在你心里的位置。三年前，我还没有跟你谈恋爱，赵佐佐视我为眼中钉。三年后，我开始懂他了。我不知道这三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我怎么把自己过成这样？事业岌岌可危，公司面临破产，我一个人生活在这儿，没有婚姻，没有家庭，甚至连一段稳定的关系都称不上。律师说了，这些对我都不利，我的胜算很低。我非要赖在你家，和明白哥喝了酒才肯走的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啊！倩姐，开门啊！其实明白哥他爱的人是你。倩姐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倩姐，姑娘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倩姐，我也很喜欢他，所以我想和你公平竞争。我知道你吃醋，但是我也不想轻易放手。是这样的，你喜不喜欢他呢？跟我说不着，你可以直接跟你的明白哥说。难道你不喜欢他吗？那你昨天晚上怎么那么生气啊？我想是你对我有什么误解。我生气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你们俩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，在我家又吃又喝，这个回答你满意吗？对不起。说完了。等一下，倩姐，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确定你不喜欢明白哥？那我就勇敢追求我自己的爱情。你随意。我结婚，小鱼，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
你不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吧？我有想过，只是我现在……只是你还是做不到，是吗？我现在没法结婚，我想等乔乔。你是为了乔乔康复，还是你要等到赵佐佐先结婚？只有等到他先选择了婚姻，你才能考虑跟我的事，是不是？这事跟赵佐佐没有一点关系。或许这些年我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，只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找准我在你心里的位置。妈妈，这个词怎么念？妈妈，这个词怎么念？哦，什么？妈妈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刚刚问我什么？爸爸给我打过电话了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让我回到他身边，但我不愿意，在他家里我很孤单。宝贝，妈妈不会让你走的，妈妈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江叔想让我们走吗？他妈妈好像不太喜欢我。不会的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。我懂，我不是江叔叔亲生的，那个王奶奶只是喜欢乔乔弟弟。江叔叔也不希望你离开我们，他在帮妈妈想办法把你留在妈妈身边。你不要嫁给江叔叔。为什么？他好像喜欢那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阿姨，只要那个阿姨出现，他就只看着那个阿姨。我觉得你和江叔叔在一起也不快乐，我希望你快乐。宝贝，妈妈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妈妈就很快乐。我也快乐。把东西给我放下。倩倩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和楚安琪是清白的，而且我在感情方面从来没有骗过你，只是他一厢情愿而已。我喜欢的是你。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我没有说你跟他不是清白的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你不生我气吗？我没生你气，我们家又没丢什么东西，门窗也关得挺好，干得不错。倩倩，我现在特别自责，你说你想怎么惩罚我？这样吧，我也明白了，给你道个歉。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？我这人脾气个性你也知道，那天冲你们发火了，是不是让你特尴尬？哦，我有点洁癖，我看到你们把我家桌上、地下弄的全是啤酒瓶子、饮料什么的，我就没搂住火。哎，那个传奇是有点二，他挺可爱，可以考虑一下。你不说你相信我们是清白的吗？楚安琪只是我的同学，我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喜欢的是你，倩倩。我呀，不想参与你的感情故事，也不想成为你的感情事物。你看。你还是生我气吗？对吧？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让开。
么沉的东西，怎么让大明星自己送过来啊？哎，你的那个助理魏明白呢？啊，不知道，不想管。哎，不是说你们俩一块儿过来的吗？啊，你以后别再跟我提这人。好，不提了，说点开心的。给我买什么好吃的啦？我买了好多海鲜，都是最新鲜的，一定要马上吃啊！还是闺蜜好，出去演出还不忘给我带土特产。瞧瞧呢，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而且现在吧，两边的父母也捋顺了，我们家现在是空前的和谐。和谐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呀，等会儿我把他们煮了，你陪我吃点。我还是先走了，着急啊！你们吃吧。哎。倩倩来了，啊！本来说跟魏明白一块儿过来的，结果就他一个人，他好像他们闹矛盾了。老魏这250啊，办了点糊涂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合着你是来给他说情的？我不是来给他说情的，我是来主持公道的。主持公道？你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吗？他把一个陌生的女人带到我的家里来，是这事儿，这肯定是他做错了嘛，对吧？但是做错了呢，我们也得分析，这个到底是他的主观意愿造成的，还是迫不得已？不，这都说不着。反正啊，他现在已经把我恶心着了。什么叫恶心？我现在想到这事儿，我都想吐。你喜欢他？谁喜欢他了？你不喜欢，你怎么会生气呢？我生气了吗？我一点儿都不生气，我现在像是生气的样子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说是很生气。已婚妇女，爱八卦。哼，第一啊，我不是已婚妇女，我是离婚妇女。第二，你只要保证内心一点都没他，我立刻走人。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嘛？魏明白他以前呢是有点花花公子啊，但还有句老话叫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啊。他要回头可以啊，别往我这儿回。你要把他收了，那可真是除暴安良了。哎，我又凭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垃圾回收站，合着我要为了这个全世界拿我的下半身幸福去换了？这个世界最怅然的事情就叫做刻舟求剑。老拿以前的标准来衡量现在正在发展的事物，魏明白这些年有没有变化，你比谁都清楚，对不对？哎，给别人一个机会嘛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咱俩谁也别说谁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也可以给江小鱼一个机会了？我跟他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。反正今天我来呢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姐妹肯定是站在你这一边的，就是想提醒你，我说缘分来的时候别错过了。真行，我服了你跟左左。我这不也是受人之托吗？行了，我会找他说明白。我今天找你是有别的事儿要跟你谈。什么事儿？口气这么严肃？你别光说我跟魏明白啊，你跟左左呢？我跟左左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对我们左左有什么企图？我有什么企图？哎，早上送，晚上接，嘘寒问暖，买菜做饭，这表现超过当时当老公的时候了。我这不都是为了乔乔吗？骗我行，骗得了你自己吗？我可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没想好，别对我们左左下手。他那么单纯，那么善良，当初也不是因为没感情才跟你离婚，还不是因为对乔乔跟爸妈那么愧疚。你说左左当时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？那不然呢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他走出那段阴霾真的不容易，现在是他最好的时候，乔乔找回来了，家人又顺心了，你现在倒好，嘘寒又温暖的，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人了，跟那个苏婉晴结婚生孩子去了，甩下我们左左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伤害左左的。那最好了，
你现在是个有婚约的人，请你注意分寸。本来我还想帮你分析分析感情，没想到啊。分析感情就不用了，你啊，分析分析你自己的心吧。跟左左到底怎么样？问你话，大哥。你让我好好想想。行，赶紧想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那你可没明白。让他来找我。得嘞。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？说吧。我在等你的答复。我的答复就是，我觉得我们做哥们儿挺好的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接受我。其实跟你也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不想让我一下子就陷入一段一定会受伤的爱情，就跟当年的赵左左一样。人和人是不同的，我自然和江小鱼也是不一样的。你还不如江小鱼呢。我会努力的。你有病吧你，吼什么呀？我会努力对你好，我会努力让你接受我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我绝对不会退缩。反正再好的话吧，只要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就特别不靠谱，是吧？可是，这和我对你的真心不冲突啊。让我实际行动吧，我会努力对你好，我会努力让你接受我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我绝对不会退缩。让我实际行动吧。家。